见百姓衣履光鲜，欢欣满面，朕好开心。启禀陛下，洛阳现时嘅人口大约200,000，而各行各业嘅大小生意亦都有120多类咁多，比5年前多咗30,000多户。此行朕应承过民间一个女子，中开元一朝，朕要做一个明君，朕不能失信于呢个女子。玉环真系一个大美人，差啲埋没咗佢添，简直成个洛阳都冇人及得上佢。历史领母嗰个女子，朕系咪见过噶？陛下，舌剑唇枪，哇，原来系佢。点啊！